哎呀！不好了，兄弟，出大事了！你赶紧给我打个电话，说你嫂子几句坏话，记住悠着点儿，千万别太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哥，你是不是又被嫂子揍了？哪有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说啊，哥，就嫂子那脾气，要是换了我，早换了十个八个了。你可别乱说，我老婆在我心目中是最完美。想当年追她的人，可是从这里还到了法国。那你，我告诉你啊，兄弟，你还是要向我多学习学习。过几天不是你嫂子生日吗？我想用攒下的私房钱送她一个包包，给她一个惊喜。哇！还有，以后我不想听到你说你嫂子任何一句坏话，要不然就绝交。要